肥皂泡泡闻起来像肥皂。泡泡是透明的，而且它是个完美的圆。露露，为什么是圆的？嗯，这是因为泡泡喜欢圆形，就像泡泡糖一样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们用来做泡泡的水是圆的吧？不是啦，小秋，我刚刚是拿液体肥皂来做泡泡水，我真好奇，泡泡为什么都是圆的？我一定要搞清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什么意义？我以前从没看过这么棒的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来查清楚，我一定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什么意义？我以前从没看过这么棒的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来查清楚，我一定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的形状是圆的，是为了漂浮吗？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先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的泡泡里面是什么东西？肥皂。是里面的东西，他问的是里面。一只雕吗？哦，我答错了。轮到你回答问题喽，泡泡妹妹，你知道答案吗？我知道了，在泡泡里面的是空气。那你的答案是？是空的吗？答案就是空气。耶！吹泡泡，吹泡泡时会发生什么事？泡泡泡泡泡泡泡，哇哦，超酷的！我们永远都是圆圆的。泡泡泡泡，你们发现了吗？泡泡永远是圆的，绝对不可能是方的或是其他的形状。这是因为我们身上滑溜溜的皮肤最适合把空气留在泡泡里面了。对，各位，你看我们永远都是圆形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还是对我们充满了好奇心。对，的体积越小越好，而且圆形占的空间最小。吹泡泡，吹泡泡时会发生什么事？泡泡泡泡泡泡泡，我们永远都是圆圆的，泡泡泡泡。这是我所碰过最棒的事了。爸爸，你知道泡泡为什么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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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圆的吗？因为用来做泡泡水的肥皂来自泡泡国吗？哦，爸爸，你好好笑哦。小泡泡，大泡泡，所有泡泡都是圆的，它们会那样圆溜溜的，是有一个秘密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泡泡永远是圆的，绝对不可能是方的或其他形状。这是因为我们身上滑溜溜的皮肤，最适合把空气留在泡泡里面了。各位看，我们永远都是圆形，你们一定还是对我们充满了好奇心。好诶，我们的体积越小越好，而且圆形占的空间最小。吹泡泡，吹泡泡时会发生什么事？泡泡泡泡泡泡泡，我们永远都是圆圆的，泡泡泡泡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非常精彩！谢谢爸爸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